恒久不变的初心，应该是做演员的这件事情了。演到自己喜欢的角色，还有就是一直在变美的道路上努力。平常喜欢的穿搭其实很多很多，因为我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计划性的人，所以经常其实胡乱穿，但是穿的自己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很多人问我说你觉得时尚是什么，我觉得时尚就是让你自己越来越开心，你自己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时尚界限，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心情去做任意的搭配，只要你够自信，你就一定是穿得最好看的那个人。